继续十十二关，吸引僵尸第十二关，它又有什么呢？保护闪电芦苇。嗯。保护闪电芦苇。嗯。这关选啥宝物呀？啊。闪电芦苇保护，我选那个小猫，这个小猫，那还得保铲子、铲车还有缩小，再选个传送。铲车我能给它冻住啊，冻不住吧？能啊。就是能把它冻朝那边啊，朝反面啊。当然能了。能啊。算了，不动它了。哎，选一个动的也行。这传送，这是传送回去是吧？这是不是给它传送到这边的？这个。肯定啊。它不让我选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是在摇滚年代才能选的。在这也不能选，必须得按摇滚年代才行。他推我，我干啥打他呀？找他，啥能治他的推呀？吹风机也吹不了他呀。行了，动了，哎，还缺一个。这个对的，不用别的了，就用这个了。小僵尸中了，那个没动手，那铁桶最难打，放下去也吃了。哎，能冻住他，没错呀。你说的没错，能冻住他。保护不了呢。天生的。
这酱上，这我追爱了。牛皮呀、啊！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